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黑仔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打呢个弹珠地狱，就系攞呢个二沙拉米。我有冇读错？佢译系译伊邪那美啊。算啦，诶，成就方面就系武士用魔法石服噶啦，队长与战友相同啦，同埋队伍中有四个种族或以上嘅成员。当然啦，睇到个成就，我第一时间就谂到水花勾队啦，亦都试一试。哦，过咗。咁成员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个水珠啦，过天照白斯顿啦，东海龙王就方便钻石爆发啦，同埋水玩具破防。咁玩得九倍不勾队就一定扭丁啦。六个成员。好啦，第一关唔难打嘅。转到五粒全体攻击，咁九倍攻嚟讲，轻轻松松。剩低嘅嘢咧就系草技啦，咁草技又唔难打，又唔似轩辕剑嗰个地狱上回想翻历史啊！第一关草技真系顶唔顺，冇得草系。如果系以轩辕剑嘅 MH 心态，你呢关边有咁轻松？嗰陣一啲地獄變態真係，呢關肯定多兩秒轉珠，係兩秒轉珠召喚小怪。不過依家唔知 MH 係咪俾人投訴得多和諧咗啦？呢關只係。左右几多血啊？左右两只20万血，中间嗰只60万血，加埋双黑属性，仲要九倍攻，唔难啊！会晒好噃，咁就可以。但系场上面就冇几多食喎，唔够五粒喎。食个升华先啦，睇下。嗱，一個升華再加唔知幾多 combo， 咁秒鬼咗，所以九倍嚟講真係唔係好難。喺中間嗰只煩啲嘢，兩隻豬啱啱秒到，好噃好噃好噃。呢關我就決定開東海龍王再加龍蝦去秒咗佢啦。不過轉完之後成版都係水。其实冇东海龙王的人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开大青龙，青龙升华死啊，当然，同埋睇下你个板上面够唔够水珠。我觉得个七千几分好少，啲人玩亲都成万睇。唔系啊，咁都秒唔到，不过都争少少血啫，唔惊。早知开埋废雷啦，吸血啦，吸啦，我俾你吸，天劫咪阅读，我俾你吸，但系呢关烦你少少，得个两秒转珠，仲要风化。本来我计划系秒咗阅读，跟住然之后呢关成版水，咁起码可以打到佢哋残血啦，咁样仲有一弯咪过阵先算咯。咁呢度就冇啦，爆唔爆奥丁再加辉雷咧？水珠又要攞嚟打天照，啊下弯先算。天照嗰阵先回翻啦，唯有系咁。
个天降嘅石嚟嘅，咁我要扣少啲。不过呢关回奥丁真系有啲吃力，八九好噃。如果系跟翻剧本走嘅话咧，呢关应该系去东海龙王再加水珠去秒咗佢嘅。不过算啦，跟剧本走呢关嘢好似。唔知几耐冇做过，八耶耶耶又扣到佢去啦！天降万岁，天降万岁！四五六七八，哇！下叠珠万能啊！今日打算做什么？除了呢关，然后东海龙王啦，咁开始唔做，都系唔会开开龙王，因为感觉上都好似几好。下边，下边，三六九十二十五，拆珠。唔係十六喎，十六粒喎，三六九，差唔到喎，唔係差唔到，唔可以用嗰個方法拆啫，一定要揾粒水珠起手。唔係喎，十五粒，睇下先，唔係十六粒，一二三得，一二三四，哇！但係好難拆喎。打洞四粒一行，跟住之後打橫四粒，打橫三行四粒，打洞一行四粒，係啊係啊，希望大家明白我講乜嘢啦。四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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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 Yeah！ 如果手快少少，應該做一個斜轉，再轉埋剩低嗰、那個。呢石咁嘅光柱，不過算啦。好啦，嚟到咩巴比倫神中毒嘅，玩得多，剩最四粒，哈哈。嚟到呢度計草記啦。我轉珠係廢啊，但我勝咗，我可以零石通關啊！前嗰排我派咗條咩啊？咩啊？40% 天平有幾難？係咯，光巴雙天平40% 有幾難？嗰條我知我轉珠廢，我目的就係做45% 啫嘛，即係40% 以上，即係過。我目標就係咁啫嘛，我要我嗰陣時我係咩啊？轉得虧啊，定唔知自己個關卡打得唔順，因為我開咗兩次龍卡，中途，唉唔理啊，過咗去。人哋嗰啲咩光巴雙天平係閒閒地轉到50% 先擺上網啊，但我45% 擺上網，我只係想表達我攞小靈魂石嘅不滿。點解要設定嗰個40% 嗰個制度咧？咁樣咁多人 dislike 我，算啦唔理。哎呀，我應該可以儲到30000咁回去。啊，冇心珠啊，冇心珠啊，冇心珠啊，俾佢打一下先啦要。我順便整埋粒水強化咯，因為開水換佢一定有心珠啊。我冇水元龍，唔係喎，水元龍嘅咁啊搞唔到成對嘢有幾多種屬性？唔係幾多種族？有三，我頂你！我頂你個肺啊！你咁樣天降咗咁多，你先要俾個三粒心。哇！你咁樣卡心，我真係頂你啊！
好啦，嚟到呢度就开唔到机啦。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开锤子。你又冇心珠，你龙黑应该系一阵用。水珠啦，好，但好似又唔系好多水珠，够唔够秒呢？东海龙王又开唔到。如果我带青龙嘅话，就应该可以秒到，应该舒服好多。啊，开唔开奥丁呢？压血再加培根，但一阵要点打？龙黑再加东海龙王，两波好唔好咧？奥丁加水转秒咗呢度，跟住下一关应该回晒血噶啦，回满。啊，唔系好点样计咧？奥丁系。跟住下弯就东海龙王加废龙再加龙黑，跟住就累成品水再爆多波，希望有心珠啦。系嗰句好冰水珠，冇睇版面。好啦，我去啦。是不是这么说？我不识日文啊，我看得动漫多了。不理啊，开咗就算。转唔转到到时先谂。水珠，哇，转错晒，好波，转错晒。四五六七八，天降。可以秒到，好波，秒我！我記得佢唔係好高攻嘅啫，回滿氣就得啦。係我做乜唔開清東海龍？係唔係我依家開到一樣咧？啊！我頂你個掣啊！我依家仲有10%血，可以將一粒珠衝過去對面。衝粒心，扯轉，失敗。開龍頭，黑龍。呢对嘢性格够高血嘅，因为我只要唔练五粒木就得，唔练五粒木，唔好练五粒木。哇哈哈，回到血啦，我又可以多一波爆发，不过佢已经死咗啦。好啦，灵石通关唔系应该系话一次我解释三个成就嘅打呢个伊邪那美，好波又刷新咗新纪录。我其实我应该打咗好耐。好嘢，我有光门巨星啊，我可以升光巴比伦神啦，耶！好啦，唔该晒呢个 G P 嘅 Angel 啦，攞咗水不嬲。哦，咁我佢應該係出咗水不漏去打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